不知道对面中间说什么，主要是我们还好。我要左，哎，你放你放你，没事，快快快，这是这儿，哎。就杀了，就杀他，就杀他。怎么样？我死不了了，我死了，我在砍塔，我操！这波不算亏，我觉得。还行。我死了，他妈的！能来吗？能不能？他死了。哎，他没闪现吗 ？Nice！ 哎，什么抓子的呀，兄弟啊？可以可以，起飞。哎，能来吗？我来，怎么中 ？Nice！ 抢到了，我来了。他死了，我死了。KC 是不是？我逼了。你逼吗？我觉得可以推装，兄弟。锤丝带不太好推。那看你。我直接放吧。再不放下都没了，放你再下。我感觉可以越他，可以越。应该死了。你这 W 送了个助攻吗？送了个，我以为抢了人头呢。细节了，给他也无所谓。能来吗，兄弟？你快来！我好像还在刷蛤蟆。哎，我没抢到蛤蟆，我操，兄弟，裂了。可以，舒服了。后面肯定有很多人的。他死了，你能杀吗？算了，走吧，单输。我没办法。哦，你脚闪。后面有人吧？就他们两个。没人打得这么嚣张，快，他们背后捅他一刀。他这个闪现有点秀了呀，兄弟。对方好像这么强，他后面有人啊，我操！没怎么，包。有个锤石的，我知道，看到了。我残血了，兄弟。我逼了。我来了，这边残血了。这次无视剑跑得太快了，我能点他灯笼吗？快打完了，别管他怎么打，没闪现了，
能来吗，兄弟？我们俩操作一下。我先把小龙打了。突破了，兄弟。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吧？这把哪波起飞的？我们是，我也忘了。我加19，你加多少？16。可以，你一把比一把多一分，我也多了一分，我上把10吧。慢慢来。